中华民国112年9月12号星期二，我们刚才听的是 OK。好，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浪费时间了，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天气已经入秋了，就是路边那个很有名的，你知道，一个一年只做8个月的，哎，6个月吧，羊肉炉开了，开了，为什么我要说它开了？因为那个红绿灯会停很久哦，不是。转过来的，然后那个我的他的前一个红绿灯是收垃圾，就是所以我沿路会经过很多民生，就是北部这个区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常常会在那个等他们那个垃圾车呢的停留的地方呢，我的红绿灯就会停在那，然后所以我就要戴一下口罩，然后呢再转过来呢，羊肉炉开了，我口罩要拿下来，等一下。好，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大家非常非常喜欢，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他几部影片的哦，非常的网红，好，网红欧龙，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小小的网红，欧龙 K 哥，我要开工，我要开工，大家好，我是黑龙，我是黑龙粉丝，谢谢，我是超级黑龙粉丝，谢谢，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怎么有那么好笑的人，浑然天成，其实我那时候听你讲话，我都想说，你是不是国小就来念书、欸？好像吧，还是没有，大学来了，大学来了。叫我那个腰带哈，有很多推荐的人，我腰带我先把它拿掉，因为我觉得推荐你的都没有红不红啊。有吧，有一些啦，有很红的。没有。我想说，为什么是推荐呢？推荐你的都没有你红啊。有很红的。好，来，我们先讲一下这本书哦。对。非常好笑，但是你那个是你们国旗色吗？对，国旗色，对不对？国旗色，对不对？对，红白蓝白绿。果然。好，我们要先介绍哈，大家一定不知道欧龙是来自哪里啊？哇西欧龙哈，他是来自甘比亚的神秘力量，神秘暗黑力量哦。啊，对。那我刚才一直讲说，我今天要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因为未来我们很可能甘比亚总统候选人会在这里。我吗？当然，不然是我吗？你好像可以有第一个花人的甘比亚的总统。哎、我比较像塞内加尔。哦，塞内加尔隔壁的，隔壁的女生比较胖。哦，有吗？有，甘比亚女生没有很胖。哎、我不敢。塞内加尔比较那个。你不是常去塞内加尔吗？长得，对不对？对。最近哦，如果说大家常常看那种影片的话，会看到很多很多非洲的。对。我不知道，因为我的 YouTube 首页常跟人家不一样，我就会看到，因为一开始我会看那个大陆的猴哥。哦。他是在。他是在哪里？我忘记了，猴哥。然后他讲法文的那个嘛，是不是？对，没讲法文的是小钟，他在西非。对，就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大陆的在那边经商的人，我知道，他就开始拍这些，对不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只是记录他们在非洲的生活，他们并没有在非洲成立一个娱乐事业，你知道吗？但是欧龙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我们很多饭碗被你拿走了耶。有吗？你一个人现在有几个节目介绍一下好吗？好，几个节目应该有几个有那个黑色星期五嘛。对，黑色星期五。就是台湾星期嘛。台湾星期。然后就有我自己频道，就是对你自己的挖小流。对，我跟你讲，你看齁，你光是这个之外对不对，这三个的粉丝都超多齁。有台湾寻奇嘛，对不对？还有迦南牛乳，对不对？这几个都是超级的超级强的，简直像我们以前的综艺节目又活了，你知道。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综艺节目了，就是比较 comedy show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那你们三个的浑然天成太好笑，其实比我们好笑很多。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喜剧细胞是怎么培养来的，待会我们再聊哈。那因为这本书啊，我跟你讲，我真的花了1个多小时哦，我图片都看了，因为你跟我说非洲没有满地狮子，对不对？对对。可是过那个我贴红色标签这个，对，马上海滩就看到两只。这个书很好看，真的非常好看，大家要了解非洲的精英，非洲精英，非洲崛起。对。然后我们怎么跟在非洲赚？不是我们怎么在非洲赚钱的？对，我们怎么认识非洲？对。其实透过这本书啊，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欧龙在台湾，我们是要介绍非洲来甘比亚来的欧龙，他是怎么样一个那么好的徒弟培养一个学霸来到台湾，对不对？好了。那这本那个帮你写的也是搞笑型的，对，就是卡迪诺的新闻，原来也是卡迪诺团队的，对不对？卡迪诺的很厉害的，小波还是阿波？小波嘛，对，很厉害。这本书为什么我说非常好看，大家一定要看，因为图片很精彩。对，因为那个欧龙带了很多他从小到大的出生的学。
那个就有到这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甘比亚的留学生生活是一直念完高中的，对，没错，对不对？哦，然后来到那，然后一句中文都不会哦，对 对, 对，就直接丢到合欢山哦，对对 对, 对，就自己想办法，生死面哦。好，我们今天先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哦，来自甘比亚的黑色奇迹了哈、哦，那我们来讲一下欧龙怎么崛起的。崛起是什么？就是就怎么样变成一个 movie super star？ 有吗？有啊，还好，我还是觉得还好。然后你有没有坐捷运？有啊，我今天好像有，我今天早上有。那你坐捷运一天被认出的次数有几次？我没有算过，可是应该蛮多。可是平常因为我戴口罩了，对对对对，可是还是会有的说。应该是黑龙吧，还是会来问是不是黑龙？黑龙太好认了，一定要认他身体的特征。不过如果他去戴矫正，我们就认不出来了。所以就是他的牙齿，对牙齿，对对牙齿没有，因为中间对中间有一条就是甘比亚河。好像一直有人跟我说，我是看你的鸭子就知道是你。对 对, 对，我也是。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中间这个洞。我说哦，原来这样子、哦。是 对, 对，就是那个贯穿了河流的那一条，你知道吗？对对。然后所以我就会知道。上次我在捷运上有一个阿姨说，她是看到我一个 Mac， 我身体有我不会讲啊，因为我讲我胎记。对，我可能会在。不是胎哥，胎记。对对对 对, 对, 对，你身体哪有 Mac？没有，有一个啦。有一个吗？在哪里？我等一下，我完整的时候再跟你讲。为什么阿姨看到我没看到嘞？对啊，不然我在路上那样的，黑龙哎。他怎么会在看到？他讲我就吓到了，我说哇是吧？哇，观察到这么，你往上拉拉链吗？对，没有，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应该是从卡丁诺恐新闻开始的，对，摆、一下他们的那个恐新闻的天气日报。然后来就讨论说要不要开一个节目，然后想一下，黑色星期五那的人叫什么名字，然后想到黑龙啊，然后拍了一期、第二期，我出门就开始有人说，黑龙才一期，对，一期两期这样子，我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太强了，那么快哦，这么快哦，对，然后现在就变这样子的，对，最快速崛起的黑龙哦，但是黑龙可以自我介绍，就是甘比亚的资优班，对不对哦、然后念到哪里，好吧，那甘比亚的话，我小时候就是我那边念初到高中，对，到高中，然后国中、高中，那个时候是学一个科学资优班，对对 对, 對科学的。然后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上，因为我太兴奋了，我真的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就是欧龙，我觉得那谁帮你创造那个 slogan 的？欧龙 Q， 对，那都是我们团队想的，然后我们做的，欧龙 Q， 然后我自己翻译的时候，我说好好笑、你那时候知道台哥什么意思吗？那时候不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人来疯的 FB 有直播，我记得我那时候放在 Google， 然后对。泰哥他怎么翻译？他没有翻译，我说这个翻译怎么怪怪？他说因为这个是台语啦。我说哦这样，然后再讲我说哦超好笑，然后这样子。那你现在看到别人会说那你叫泰哥吗？不会，没有，有的时候在路上的人看到会说我让给我，应该说把人泰哥。黑龙创造了一个可以跟他不认识，可是却跟他有应对桥梁的模式，你知道？对对，因为他有很多很好笑的，例如说你的语助词，好，你今天每句后面都加一个那个你好了，对，你说那个不好听的那个吗？不是公沙小、不是，因为他常、你有讲没有？因为他常常把后面那三个字都加进去。哦，对对对对，就很好笑，就很好笑，别人讲不好笑。哦，对了，对对啊，因为你是笑着讲，还有外国人讲的啦，外国人讲就是哈，外国人会哦这样子，对。然后还有睡了跟哭啊，对对，睡了不好笑，对，睡了对，还有哭啊，因为你去市场，对不对？对对对对，你常你们三个都会讲出那三个字，很会，就很会，很会，很好笑。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有很多人对非洲不了解，对，所以其实欧龙想写一本，就是说关于非洲精英的成长故事。对，让大家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问题千奇百怪，超级好笑。你可以讲一下你常常遇到的一些非常，你不会生气，我们觉得很过分的问题。平常应该是会问为什么那么黑啦，这样子会这样子问了，还是问是因为太阳变那个黑了，买什么东西？或者我会说没有，我们出生就黑的、然后我来台湾已经几年了，没有变白啊，这样子。对，可是其实你讲了啊、你说
别人对于有些人，他对他自己的那个，我们其实不是什么歧视，我们只是觉得亲切好笑，嗯、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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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常问一些不礼貌的语言，对不对？可是偶然都没关系，我没关系，可是其他朋友们有关系的。对。所以我都会说你们小心，我可以问欧良，可是不能问别人的啦。你们问欧良可以。对对 对。但是你回甘比亚的时候，大家不晓得非洲对不 对？问的问题真的好好笑。对，就问说你们街上是不是都有狮子老虎？对，狮子老鼠、老虎、老虎。那我第一次人家问我这个问题，在台湾问我这个，我当时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打有没有读大学？对，还什么？老虎，老虎，整个非洲都草原。对，他说全部老鼠。我说如果这个我们都死掉了，老虎我们都死掉了。对，然后我后来就变，如果人家问我你们那边有狮子吗，我说对，所以我们跑步才很快。对，因为我们看到就跑了。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个广告在台湾爆红，那个人叫苏丽，我看到就是那个可口可乐，有没有？对，他就去拔那个狮子的毛。哎呀，不行，我现在一定要拿出一个道具，真的狮子的毛，对不对？嗯，是会带来好运的。哎、哦，甘比亚知道吗？我上次有去一个，我刚比亚一个算一个动物园，然后拿狮子毛，然后后来就不见了，我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因为你记得那个疫情的时候啊，疫情的时候就是那个北海道动物园呐、啊，是长野还是北海道？嗯，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没有观光客嘛，对，然后就说想要让动物自己赚钱呐、啊哦，然后就把那个牛仔裤挂在那个老虎的笼子，让它去咬那个牛仔裤、哦，那条就叫虎咬牛仔裤、嗯，就是 Tiger Bite。哇，对对对，没有太高哈、哦。对，然后那牛仔裤就卖很贵，然后狮子呢，就是拔它的毛，再买，然后做成一个玉手，哇，就是 lucky chain， 对，你知道吗？哦、所以说狮子的毛其实是非常的，然后这个是，那你等一下会被我拔，然后这个是蛇皮，哦，蛇，哇、哦，蛇皮。对、哦，就是金运跟银运，对，他拿掉的那个 gate， 对对对，所以他们狮子啊、老虎都要自己赚钱啊，很厉害。那边早上就有那个饲养员去扫那个狮子的毛，对对，毛，再把它买，把那个人的薪水应该要加高了吧，要高一点。好，所以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因为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黑龙生长的地方是。其实我那时候也很土就没有地理概念，我也以为说非洲全部都是干旱、我知道了，对不对？那个观念很不对。应该看电视就是看电视。对对对，就是觉得说我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内战很多，对，战争很多，对对 对。然后呢，常常缺水，嗯、对不 对, 对？然后觉得说大家好像那个平均的寿命，就是我刚才讲是说不是很高，然后就是经济，收入好，大概就是不是那么好。结果后来发觉，甘比亚根本超级富裕啊，那个、还是有啦、还是有，可是不是全部了啦，还是有，可是不是全部。嗯、所以，比如说我上次有把一个，因为以前卢旺达不是有那个战争嘛，就是 war 嘛，战争，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会这样子想，那边还是，或者我把卢旺达的照片给人家看，嗯，他说这边真的是非洲，我说对，这边是卢旺达，对，我说卢旺达，我说对，他说哇。我说真的，我说你去拿自己的手机，然后查一下，他以为我在骗他，然后他看到觉得，哇，真的嘞。是啊，对，所以我说现在就是很多大家透过你，对不对？好、才会认识，因为只知道说你是我本来以为说你是，因为其实是有很多世界上会有很多，非洲也有很多非裔的美国人嘛，到美国，然后可是你是真正的非裔非洲来的，所以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都会以为你很会打篮球。对，我们那边也有人在打篮球，对。我们那边有篮球，然后都觉得你们体育很好。对，这个都是误会，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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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实黑龙体育不好，还不错。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黑龙哦。那黑龙他现在有很多节目，大家风友很想听听看，你念一下你那个这几个节目的开场。好，那我说。哎，欧良 K 哥，巴良 K 哥，大家好，我是欧良，欢迎收看《黑色星期五》好。好，还要吗？还有吗？然后另外一个，然后就是我们收尾会说，记得帮欧良订阅、按赞。卡紧呢啦，卡紧呢啦，对，订阅、按赞，今天也要帮我们订阅、按赞哦。对对对。对，那在你们回去的那时候，对不对？因为太多人问你了，对不对？都不晓得说你来到台湾，对不对？啊，然后过得如何？大家也不晓得啊。对。然后看到你带一整队去回去拍，对不对？对。有没有吓到了？对，有啊，有很多吓的，就是让他们看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刚看的，有完全不一样嘛，就是看到我们那边有电啊，有水啊，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留言说，哇，黑龙开斯巴鲁呢，对，然后还是后面有人留言说，哇，后面那个后面我看到一个奔驰这样子，我小时候就看到奔驰在讲什么东西，对，我跟你讲，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肯亚首都奈洛比，对不对？对，奈洛比还有卢安达，很多人以为卢安达还在内战，对，其实你知道卢安达的首都现在是多么先进吗？对，他们的电子支付比我们还先，对，对，他们坐自己的车啊，他们现在叫非洲的新加坡，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卢安达，你就会知道说整个非洲不要那么我是很幼稚啦，哈，我就不晓得，我真的以为有狮子，你知道，我以为整个非洲都有狮子，还有河。里都有河马， 对，所以我上次也去一个地方，我那个时候拍片的时候，一个地方我去那边真的有狮子，可是那个是国家公园，对，公园，所以我说我今天真的会在路边会遇到狮子，哎，为什么你的狮子你在他后面，他都乖乖的，是不是习惯拍照了？习惯了，已经从小他们养到大，就是很会自拍，都人家都跟他们自拍，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这样子，他们有大概20个，可是每一天会把两个拿出来跟人家这样走。对，走秀就对了。对对对对。那你一直强调说你是很 peaceful 的人，就是你很爱好和平，对不对？然后，你有生气的时候吗？生气，我生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最生气的时候有吗？你说台湾吗？对对对，来这五年了吗？已经我台湾已经11年了呢。11年不是念书5年了哈？对对对对，念11年了。对对。你有遇到很不愉快的事情吗？不愉快，有的时候我会生气，可是我不会讲什么。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去找房子，比如说我现在嘛，我打电话，房东看不出来，听不出来是外国人。然后到那边可能房东发现，哎，这个是外国人，还是一个黑人。他说不好意思，那个房子有人已经有人拿了这样子。然后你明天去看那个房子还在。我觉得他们你没有跟他开头，房东一来你就要跟他讲。欧郎 Kiko， 欧郎 Kiko 把郎太高，你应该要讲。对，我自己讲房子的时候，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黑龙。真的吗？你要讲的话，房租会加2000。我懂。他们觉得很有钱。可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我第一天去，然后去看而已。然后我们第二天去说要签合约，对，我到看到房东老公有买一箱那个维他力，我说他以为你是，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有戴口罩，可是我知道。我说哇，完蛋了，很多人以为你是维大力的那个，对啦，对。另外一个应该是我们有一次在踢足球啦，然后另外一个队有一个台湾人在讲外国人的坏话，然后我就爆炸了嘞，哇，真的，对。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看不到你是黑龙，我说哦好，对，因为你的那个很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很开心，对对，然后你做这些当 YouTuber， 你也希望就是别人看到你很开心，对对，大家可以喜欢，就是很喜欢，对，我确定你会活到90几岁，有啊，哦好，希望你如果肯吃臭豆腐就100岁，有啊，好，那明天来吃吧，好，那明天来吃。对，好，讲，你知道，你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吗？很多人不晓得，以为你是全职的 YouTuber， 只是拍片啦，然后很多节目爱你啊，对，然后都不知道你其实真正的主要工作这么厉害。还行，我因为我土木工程嘛，所以我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有找到工作，就是一个营造公司叫华雄。华雄，对对，你知道华雄就是盖101，对，没错，很多我们国内的豪宅，然后重大工程都是华雄营造。那你是负责工地？对，我们都是工地，我现在是一个公司长啊、哦，而且你是属于监工部分吗？就是，公司部的那个钢构，现在钢构，对，我目前的那个工地是负责钢，因为钢构比较多。然后他们说，唯一看到黑龙没笑的时候，就是在工作。对，没错。所以认真工作的男人最美丽。还行。就是其实你私底下很严肃哦。对对，所以我很认真。对我自己，对我工作的时候不一样的人呐、啊。哦。对，在做营造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人，然后在去工地逛的时候。不用开玩笑了啦，因为工地安全要第一的。因为其实我看到你那个照片，你现在有一个那个中泰开头那个案子啊，对对，空都是豪宅、欸。对，中泰、中泰、中泰，还有我已经做好了是新店玉龙城。哦，对啊，对那个这个月他们要开幕了，然后请大家赶快去逛一下、啊。对，然后中泰商场，中泰商场在美丽华后面，美丽华后面，对，现在也在做一个很大的。
在哪里？应该我先给你看照片了，我不要人家来这边找我。哇，好大，你知道吗？这个是有点像杜拜耶。你知道在哪里吗？在哪里啊？高雄。你应该看两个照片，你现在这个两个，好，我等一下跟你要讲啊，在哪？好，台北讲在哪？好，我会讲台北双子星了。啊，台啊，对，台北双子星，对不对？下一个是你，哇，对，所以你其实肩负着我们家很多我们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品质都是你耶，好像是，而且这个收入很高，没错，是不是？还是透露一下下，还好了，透露一下下，你说薪水吗？对啊，还好了 ，Not peaceful， 还好了，好了，这问的很不礼貌啦。对对的，大家可以来一下，大家我们还要工程师啊，你们可以来一下。但是我觉得黑龙很厉害，就是说你从小就知道你是喜欢，其实你爸妈希望你当医生，对，因为在甘比亚的话，医生收入是很高的，超高的。但是他这次回去终于发觉，工程胜过医生了，对不对？对，因为你们需要大量的建设，对，对不对？所以你去的话，根本就是国家栽培你来，就是希望你回去建设甘比亚，对。就做一个台北101啊，甘比亚101。对，可是我们还不需要那么高的啦，地很大。对，我那边做的大概我们好像目前最高的是12楼而已啦。嗯嗯。对，然后也没有地震，所以不用想那么多。而且没有地基。对，都 OK。对，不用地基，对不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没有台风啊，所以什么都不用想了。然后你的家乡有海湾，很漂亮的海岸。对对，有，对不 对, 对？所以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投资的地方。对对对，所以你去那边海边会看到很多人买房子的，很多最贵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外国、美国来的黑人吗？还是欧洲？欧洲人、啊？欧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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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欧洲人很多啦，欧洲人，然后也有一些阿拉伯人。嗯，然后现在也亚洲应该最多是中国啊。印度也有啊，对对，那个买那边的房子要大概可以在工商服务跟我们讲一下。台湾应该100-200你可以买好好的。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黑龙的爸爸是因为黑龙是穆斯林，对啊、对，那你们的国家主要都是穆斯林吗？最大的宗教，对，最大的是穆斯林，大概95%、哦，然后另外一个也对，有那个 Christian 基督教，对，好，对，可是你去，如果你没有 Buddhist， 没有 Buddhist， 可是你圣诞节到甘比亚，你会觉得大家都是 Christian， 就大家就变 Christian 了，对，你会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我们都会去他们家这样子吃饭啊、哦，然后这样，然后会有很多活动，哦、你去那些活动、哦、，Muslim 比他们多，对，对，因为有一些比赛了啦、嗯，我们会做一些那个怎么讲？灯笼那个圣诞灯，对对，圣诞灯的灯笼，一些很大的这样子，然后会比谁最漂亮这样子，对、嗯，比谁最漂亮，比谁的家最漂亮吧，谁做的最漂亮，而且我以为是说比谁长得最漂亮嘞，好，女朋友等一下再讲好了哈，女朋友，所以是说你因为你很赞美你的国家这么做多的篇幅哦、嗯、真的是非常好的观光宣导。那个书一定要买，因为里面照片精彩，就是其实你生下来就是很宝贝的小孩啊、嗯、你的爸爸有四个老婆还是三个，两个太太嘛，对，然后你是第二个小孩第二个妈妈生的，对，第一个，然后爸爸有再娶一个小妈，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对，怎么可以相处那么好呢？我也不知道呢，应该是爸爸要带很好，你带很好，大家都会很好。那有几个兄弟姐妹？我们总共九个，九个全部，所以加上九个加上太太，就等于是12个，对，大概12个，对，所以你家真的很大呀，很大。那爸爸怎么养这些家庭？就是说，通常在非洲娶很多老婆是很多人的现象，对不对？他们可能孩子也很多。对，那好像每家都很快乐，对不对？对，很快乐，要快乐，不快乐就很快就死掉了。今天的谜语，不快乐很快就死掉了。对对对 对, 对，好，我们怎么样过快乐的家庭？那这样子的街坊邻居，嗯，然后大部分都是很多太太嘛，就是说差不多一两个嘛。应该不多啦，我家附近那边应该是可能三四个人而已，这样子，三四个家而已。三四个家，对、嗯、对。然后现在我们年轻人，你看，大部分都是一个一个而已，就一个了养。对对对，不知道怎么养啊。对，我觉得我不用那么多了，然后小孩子也两三个哦够了啦，这样子。因为爸爸很厉害、欸，对，他要维持，他算是村长了，他要维持这个家那么多，还有经济，对对不对？然后本来。而且你们算是收入不错的家庭，
还行啊，对，可是没有那么有钱啦、啊、可是还行啊。但因为是做贸易嘛，贸易是就是 business 对不 对, 對？因为他黑龙的爸爸是有做干果，对对对，就是椰枣啊，对 对, 對椰枣这种 nuts 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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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些干果，然后还有卖非洲槟榔，对对 对, 對，非洲槟榔咬会不会有颜色？非洲会有红色啊，它叫可乐果，可乐果 对, 對不对？你没有吃过？我有吃啊，可是我不太喜欢的。它是纤维吗 ？fiber 吗？还是说它是可以不可以吞？它没有算那槟榔那么 fiber， 可是它可以吞呐、啊嗯，可以吞的，可以吞里面，对。对身体好不好？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了。可是应该还行啦。很多人都吃。对，很多，现在不多了。你去那边就是老人家在吃的，年轻人不会吃。不会吃。我觉得非洲也在大改变。对，它是整个在大改变，都是因为你们。那你会你曾想过说你也想回家，很想回家嘛？疫情这几年没有回去，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哦，你回家的那个影片哈、我觉得你没有很嗨耶。有吗？你私底下是比较害羞的人吗？应该是有一点，应该是有开心，然后有感动。你很久没有去嘛？近乡情怯，我们叫近乡情怯。对，很久没有去，然后大家有很多东西变了，这样子，所以你去那边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比较 chill 的感觉，这样子。哦，对，所以你回去了，你会想要在这里住多久，还是永远住台湾？都在想啊，看看。还在想啊。对，如果找到，可是你知道华雄的 case 接不完呢、欸。我知道啊，接不完了，接不完了，完蛋了，接不完了。你一毕业就做事哦？对，我一毕业就而且是做你喜欢的工作。对，没错。黑龙的生活超规律，我跟你讲，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你才二十几岁。对，我现在今年31。啊、哦，看不出来耶。有吗？很年轻啊，因为你很 peaceful 啊、哦，对，很开心啊。对啦，所以他从念书到台湾来就，就一毕业就那个。到工地了，对不 对？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现在算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的工程公司的工班的 leader， 还好。所以这个经验，你会告诉大家什么？你早上7点就要起床了吧？至少、哦、我现在是6点起床，6点起床。所以他说他等一下就要回家睡觉了。对，我7点出门，因为我们7:50就开始了。对，工地是非常早的，对，然后5点收工，对，对不 对？所以你的生活是比当兵还规律。有吗？我没有当兵过，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比 soldier 还规律。对，我有当兵过。那这本书你觉得特色是？可以给大家讲一下特色。特色的部分应该大家会比较多了解我，然后比较了解我国家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平常大家都会看影片这样子看到我，可是会知道影片后面这个人是什么来的，为什么会来台湾这样子，对，所以你看就会多了解这些东西。对，可是你说你是好看的黑人有吗？你在书上写的。对，我就帅了。什么叫不好？怎么分好看不好看？没有帅了，算帅了。你很帅吗？对，我觉得。你觉得呢？我觉得你是属于细致型的。什么意思？中文很 elegant。哦、elegant 哦。对对对，你是非常 elegant 的，就是因为你的气质啊。你知道黑龙很高哎、欸，黑龙其实，在影片中可能你因为江南牛乳可能更高。对，我好像差不多吧，对不对？我应该比他，我比牛牛高，可是嘉明应该差不多。比你高，对，对，因为他们两个也是学霸，对不对？哈，其实都是非常精英的，对对对，都是甘比亚吗？对，甘比亚，都是甘比亚派来，其实希望他们回去建设祖国，结果他们都留在我们台湾。我的话是因为牛肉面啊，牛肉面好吃啦，我不想回去了。对，牛肉面的故事你可以讲。你一来台湾觉得我们的食物好难吃这件事情。所以我第一次吃牛肉面我就吃牛肉跟面而已，有没有喝糖。对，你说你们国家不喝糖、对，然后我后来喝糖我就哇这个糖那么好喝。对，我现在很喜欢牛肉面。哦，超喜欢的。真的。我好像昨天也有吃。那你吃麻辣火锅吗？麻辣还没有很喜欢啦、对，可是原味的我都行了啊。因为有一集你不是在卡提诺吃火锅吗？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今天我们要把所有火锅料丢进来，全部放进去，然后是麻辣火锅嘛，对，对不对？对。还有吃过沙茶的那一集，待会回来 OK。对，好。在现在全世界都要拉拢非洲的人，对不对？哎呦，我们真的黑龙是我们的，真的未来他有可能当甘比亚总统，我们要下次先跟他建交一下。对，这样子就你待会要帮我们签名。可以。其实你说你们被塞内加尔包围，对不对？对。那非常奇迹的是，你们没有战乱 ，war， 对对对对，这是很奇迹，对不对？对，我跟人家说，我们甘比亚没有 war， 对，
非洲国家没有，民音来了。非洲国家没有喔。我说对啊，我说非洲，比如说现在如果你去查一下，可能有喔的非洲国家没有到五个，对，然后非洲整个有54个国家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哎，很多国家都是很 peaceful 的，因为年轻人，对，都年轻人，因为大家都开始拍 YouTube 跟抖音，所以就 peaceful 了。对，可能，对，比如说我上次跟人家，比如说YouTube 的话，比如说奈及利亚的 YouTube， 超厉害的，他们 YouTube 有比台湾很高。那个大陆不是他们现在是非常多的非洲留学生吗？哦，对对，我知道。整个非洲留学生在他们国家都是宝贝，而且他们也赚很多。他说像非，我觉得你们的语言天赋超强哎。你说你是理工脑加语言脑，所以你是罕见的左脑右脑都超级强的人。还好啦，这可能跟你吃 steam fish 有关。对，就是因为他们非洲有一个波波，他的粉丝好几百万哦。我知道。对，他就唱歌。对对。然后就在他家门前院子草地。对对。放一个那个麦克风唱，然后他就你说那个非洲男生嘛，跟一些女生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的警卫也会唱歌，然后就非常厉害，超厉害的，我感觉。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做，觉得没有人要看，嗯，偶然做什么都好看。嗯，还行，这是 God bless， 还好了。你的那个阿拉真主保佑你，应该是我们有时候做应该有一点特别，就是台湾人看到外国人在做，对，会觉得特别一点，对。对，我觉得不是，是自然，自然吗？对，就是说你演得很自然。哦，其实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偶然很厉害哦，他都已经来十几年了，对不对？哇，他还要装作第一次，这个很强。很多很多很多，对不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里面有讲啊，例如说火锅，你可能已经吃了200次了，对，还要假装说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样也我们要谢谢我们。都是我们团队的了，团队对，很会制造惊喜，对对，他们在这样子努力，就帮我们做好好的影片，然后也是粉丝也一起支持我们，粉丝一直希望就是你不要长大，对，他们一直在 support 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努力，就给他们好看的东西。想要未来就是说你会在台湾成家立业吗？可是你的女朋友是日本人，是前女朋友了，完了，对，前前然后对，现在是那个 free 咯，对，跟以前是讲的啊，真的，对对对，那好多人又那个喜欢你的人又有希望咯，应该是没有吧，有吗？我不知道的，很多大家没有讲啊，没有讲，我们现在有直播，想要跟飞龙、黑龙做朋友的，哎，其实你认识的像你的北科大跟台科大，对不对？嗯，那因为都是男生多，女生很少，超多超多，女生都宝贝啊，我就上次就辅导就觉得哇，我在北科大干嘛？你为什么要来？就应该去念福大、啊。对啦，好多女福大男生很少，都是美女。对啊，你要不要一直做新装线？好像要了呢，我要换，我要搬家到自己赚了。对，对，就是而且很多台科大、北科大的女生，对不对？对，比男的还厉害。对，超厉害的，超厉害的，超厉害的。所以你有想要在台湾成结婚，结婚，然后就永远住在我们这片快乐土地？对，如果机会就可以啊。对，超到。爱我的人就可以了啊！对，那你是太难选吧？有吗？对啊，对，现在应该可以这样说了。所以我平常跟女生约，我比较喜欢不知道我是黑龙的女生呀。对啊，因为带着黑龙的那个标签好 mark， 然后那个 icon， 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那样子开心的，其实很严肃。对，所以我比较想，如果女生不知道我是黑龙最好。那这个到过工地啊，要去工地认识，工地也可以啊。对，但可是不知道你是黑龙的，现在很少嘞。应该对，对不对？不知道嘞。对啊，可是认识你喜欢你有什么不好？你本人不是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应该是看的啦，要看的啦，因为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是爱你还是爱黑龙啦，你不知道的，你懂我意思吗？对。你希望大家是爱你还是爱黑龙？都爱，那对嘛？你怎么那么贪心？都爱，都爱了，都爱了。所以大家可以买这个书，然后看，比较了解，比较爱。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就是早上很早起床，很规律，然后就去工地，对不对？然后有时间才能拍影片，对不对？其实你的娱乐就是你的，你当 YouTuber， 跟你在拍这个台湾巡集这些嘛。对，还希望做什么？希望可以多做。多一点的东西，就是让大家比较了解非洲跟甘比亚，不只拍片而已，还是什么？对，对，对，然后对，应该是切一些啦。
我觉得我看过两个就是蛮厉害的，就是在我们台湾的艺人，就是使命感很重，嗯，你知道，就 mission 的，有 mission 就是吴凤也是学霸，嗯，他就很希望大家了解土耳其，对，偶龙是甘比亚，对，甘比亚，我觉得你会让大家去甘比亚自产，欸，买房子，欸，可以啊，大家来啊，联络我就好了，我可是你又不回去，我会回去啊，你会回去吗？你就是回去探亲，你不是说台湾你留下来主要是台湾给我，台湾给我永久居留证，就是六个月在甘台湾，六个月在甘比亚，这样子行吧？你再写一本就会拿到金卡了，真的哦，嗯，好，希望了啦，下一个总统可以给我一下了，还是给我这个身份证了？哎，你是六个月的居留权还是工作签证？没有，我现在是我自己的居留证了，永久的。那你就不用那个啦，你已经就是我们台湾人了，很行了，很行了，很行了。对啊，偶然是台湾人了，哎，欸。对，台湾偶然了。我刚刚今天也在，我在那个节，然后我在走那个手扶梯，跟我同事在讲，一个阿姨在旁边说，哇，他中文讲得很好，哎，欸，然后这样子跟他说，我台湾偶然，哎，欸，哎呦，这不知道会这样子的。你们那个班哈留下来的有多少人？你们那个国际班那一届应该大概我上次算好像25个，然后剩了大概11个、12个这样子。还在台湾？对，那都是有做他们的你们的相关行业吗？嗯，还是也都会不会很羡慕你可以当 YouTuber？ 应该没有，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来跟我拍片啊这样子。不是，那个跟你拍片只是临时的，对对对，对不对？那么本身都有正常的那个工作，主要的工作，对，他们在做，有一些有工程的，有一些现在不是做土木的，可是在做 coding 的啊，嗯，有些是老师啊，在学校教科学这样子英文啊，然后有一些开理发剪头发的店啊。自己的真的是真的，对对对，你要不要帮我们拍一集他剪头发的？大家可以期待，我有拍过，我有拍了，你已经拍了，对，这个月可能还是下个月会上，大家可以期待。也有人问说，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对，有人会问的啦，应该你讲一下，因为你那个霓虹我没有啦，所以你可以讲台湾的也没有，可以讲台湾的啦。对，所以应该是说。我比较喜欢就是我跟你很应该合也是很 OK， 很重要，对 对， 對，很重要，我们很合，然后了比较了解我，了解我，了解你，了解你的内心嘛，对，然后你就尊重我的工作，还有我也尊重你做的什么，对，这样子。我最喜欢你华雄工程的这部分，真的哦，对，因为这个公司盖的房子很强啊，这个营造公司超强的，超强的，超强的，对，超强的。好，那未来啦，哈，因为你有永久居留证了嘛，对不对？对，所以我想你的祖国要看到你，可能还要蛮久的。好，谢谢黑龙，感谢你为我们台湾带来那么多欢乐，谢谢大家。在捷运站一定要跟他打招呼。